菜了啊，还有个30米，暂停一下吧，要一时间怕不够用。小鲤鱼啊，不大，那个5-7-6斤，你看瞅这样就，看，能看见点黄色的就是啊。要是青鱼的话，这哎出来了，在这小鲤鱼太漂亮了，活性高，这江里边的鲤鱼，这是面上最小的一条吧，大概4-5斤还是可抬的有的。哎呀，30天没看着青鱼了，应该来一条了，能6番不？差不多，快的啊，上那个水面就是快的。在这个鲤鱼稍微小点，今天能最小一条，在这一粒五4-5斤是能有。来，大家伙拿，我给你拿着杆，你去拿抄网。来吧，过来。上来了啊，4-5斤个小鲤鱼。兄弟们啊，上岸了，再瞅着小啊，待着呢，准备有6-7斤，慢慢讲啊。